秦旋风有少少摆啊。好啦，呢波嘅时候咧，已经先抢咗勇强旋风啦，咁啊风收宝啦，开边都快咧，就印度王子啦，四五嗰啲马咧准备咧跟前啲只国金区咧拍住嗰只马咧，亦都见到开边外档灰马就是利是宝嚟噶，里边攞到七位咧军事强啦，中间位置西门吹雪啦，再开边外档走三条逍遥自在嚟嘅，后少少几只马啦，尾三位置系乾卦啦，尾二里边攞只马咧，咁啊就系满贯复星咧，包尾就爱神之驹一贯嘅跑法嘅，楼前斗后嘅。好啦，啱啱过呢个运动场弯啊，单骑放领咧，勇强旋风带嚟一个马喺度嘅啫，首遇第二位利是宝嚟噶，咁啊风收宝嚟。啊！再嚟三个马位里边内栏，第三位见到咧印度王子啦，第四位就国金区嚟嘅。后少少嘅马再见到咧里边内栏咧利是宝啦，一路执住咧里边内栏嘅军事强，拍住西门吹雪一对嘅。咁啊，再嚟一对咧里边内档咧就见到嗰只马咧就系满贯复星啦，拍住开边咧就走三条嘅马逍遥自在嚟嘅。一对马殿后啊，就系咧咁啊开边外档就系乾卦，里边慢慢上咧就系爱神之驹嚟嘅。好啦，啱啱过呢八百米段处啦，形势冇变嘅话，单骑放你放得好顺咧，就勇强旋风一个马位嘅，首遇第二位啊，咁啊丰收宝啦，第三位拉咗二叠慢慢上印度王子啦，呢个位都几靓位噶，四位都马开边外档上翻少少咧国金区啦，一路执紧走二叠，见到系西门吹雪里边咧上翻啲嘅军事强人啦，中间位置咧马乾卦都发力噶呢度啊，拍住利是宝堕退紧嘅，尾三位只满贯复星开边咧就越拖越近咧就逍遥自在，喺尾嗰只马冇追势就系嗰只马咧就喺爱神之驹嚟噶，斗到嚟最后呢个二百零米路程啊，勇强旋风接先过嚟马位开始缩窄距离，哇呢波印度王子发难，临尾三倍咋，开边外档越冲越劲国金区大外档咧，西门吹雪同埋咧乾卦呢个时候都追上嚟嘅，最后一百米路程啊，脱颖而出就是印度王子过冬点时啊，印度王子赢沙啲王大赛，跑第二名咧就是、勇强旋风嚟噶，第三名国金区开边个第四咧近咧就系乾卦嚟噶，三倍 win 嘅印度王子临尾，哇讲你都唔信啊！喂，真系估唔到啊！真系佢一场先保啊！佢一场佢一场啦，而家又啊！哇，不过其实顶翻个 Q 都算咩嘅咧？你都勇强旋风冇晒嘅咯，四搭十咧就得五倍嘅啫，条 Q 啊！即系会喺个集嗰度搞咗一轮啦，咁样又有多少影响啊？咁啊，即系褪翻出嚟又入翻集咁啊嘛！即系勇强旋风系嘛？咁但係好似呢就第三名都好似係国金区咁睇落就係、是、第四先至係隻二号咗喎，上就上得好劲啦，但係追唔到嘅、然后夹住隻九号西门吹水喺中间，即係话俾大家听，今日有隻七折马，大家都諗住就勇强旋风俾呢隻搞掂，点知俾只印度王子真系七折啦！佢转弯已经第三位扑上嚟啦，嗰啲印度王子，佢转弯几轻松啊！最轻松系佢转弯，会咯。但你估唔到安仔少多分赢得噶，千六长得就系咧咁嘅印度王子就咁啊！国金区都跑得好噶啦，冇办法啦，好多嘢都其实蚀噶。印度王子路程你又要谂，分又要分又要谂，你嗰度你先谂啊嘛，平榜啊嘛呢场，平榜咁啊。分就冇谂嘅，都系咩啫？蚀三五分嘅，你摆到明系蚀几廿分噶啦，嗰啲马。二号马都开始蚀噶啦，根本系咯。二号马都开始蚀噶啦。好啦，睇翻直镜啦，呢度知道如果印度王子系必过里边嗰只噶啦，哇！大嗰只都冲到好劲波，太厚啊！嗰啲乾卦转弯佢都上到尾三噶啦。逍遥自在转弯急腾啊，唔知咩事啊？咁啊，真系。翻咗正嗰度呢只马跑场坚尼当热身啦吓，跟住两场嚼晒啦。呢只印度王子，喺呢度三倍赢就好似真系信心真系爆晒棚啊！哇，你买咗嗰只勇强旋风做马胆咧，真系吓亲死嘅，紧紧顶住嘅啫，真系。咁佢嗰个第二就。好似几稳阵咁，佢散噶啦，会散散地。但系你最后嘅时候你都惊，散散地啊！后边嗰扎后上马几劲啊！佢试过俾人掠翻嚟，都系散噶嘛，散唔晒啊嘛。佢都算硬噶啦，真系。冇翻条 Q 啦。哦。好啦，远地今日。佢都系同个集里面有关系，喷翻出嚟，咁又再入过咁啦。此其一啦，同埋有时会唔会跑得密咧，又系又此其二啦，系咪啊？
一级公开赛澳门沙地王大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胜出今季呢项大赛嘅马匹系嚟自冯耀正马房由田中正一拆骑嘅十号马印度王子，恭喜晒！有请颁奖嘉宾澳门赛马会主席梁安琪女士，首先颁发胜出马主奖项，有请马主代表陈生接收，恭喜晒！继续有请梁主席颁发胜出连马师奖项，有请胜出连马师冯耀正。恭喜晒！依家有请梁主席颁发胜出骑师奖项，有请胜出骑师田中正一。系，唔该晒梁主席。好啦，依家咧主礼台即将会拉起彩带，请合照啦。恭喜晒！恭喜印度王子胜出今季一级公开赛澳门沙地王大赛，恭喜晒！有请工作人员递上香槟。哇 ！Cheers！ 恭喜晒！喺呢度咧，再一次恭喜胜出马匹嘅马主、练马师以及骑师。Cheers！ 颁奖仪式圆满成功，将时间交翻俾直播室嘅同事。